我让我们跑。都快了，维姐，咱妈病怎么样吗？姐，我找到工作了。别舍不得吃药，过两天发了工资就把钱打回去。别打电话了，赶快走吧。好了姐，我马上开工了，下班再打给你。违禁物品啊，打火机、手机违禁物品啊，手机不能下井啊，放我这儿下班去了。听他们说味儿也大，下小心点啊。那是干嘛烧啊，都下去了，那咱撤呗，抓紧给我招呼几个人去打麻将。不去了吧？哎，你这怪怂的，走。小伙子，今天是第一次下井吧？是。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我。井下这条件你也看到了，非常艰苦，觉得你年轻说的是。下锻炼锻炼是应该的。李大哥，哎，你刚刚喝的那烟花真有那么夸张吗？是啊，等过年的时候我带你去城里看看吧。行。谁家老爷爷长得这么大，老傅，你忙带他去四号井，剩下的跟我去八号井。小豪，你下井的时候有没有血印不许喝？我跟你说过。看完一顶的球员都是糊弄小孩的。没什么难的，加点水吧。打完这就是得了，马上就下班了。